囡仔人欢喜过年，大人烦恼无钱。兄弟姊妹，囡仔甲孙仔来叫你阿叔、阿伯、阿姑、阿姨、阿舅，你烦。拢总爱包红包。那家里的年菜都是谁在准备？都，其实很多人准备啊，但是一定要经过我爸爸那一关啊。比如说佛那个汤，阿姨啊、哦，他就很在意你的煎鱼翻面的时候做的好不好。也他就会来修补啊，他就啊，那做了不好，讲换伊啦，换伊做，伊个顶顶个顶做过安尼。过年啊，有没有什么必做的事情？对我，睡觉啊。像现在必做的事就是好好睡觉吧。过年一定要家人团圆嘛，尤其我现在做一个年轻阿公，当然跟孙子玩是个人生一大乐事。过年就是每年初一，我都会去到我们内湖的碧山岩，然后发红包。台南人，其他人你听了知影，过年我那去探望，有个人是伫利用过年回来的时候再去拜，清明伊都无回来啊。每一次过年都是大师兄。红包偌济？无偌济啦，就安尼就过年。已经做阿公啊。系啊，做阿公。做一个年轻阿公。我就两个孙子而已，我们爸爸较凄惨啦，阿公就。现在是会包红包，还是也会拿到红包？我现在会包红包，可是我必须说，我小时候红包都被我妈存起来，所以，哎呦，我妈妈会包红包给我，我还没有结婚，我妈会包红包给我。囡仔人欢喜过年，大人烦恼无钱。兄弟姊妹，囡仔甲孙仔来叫你阿叔、阿伯、阿姑、阿姨、阿舅，你烦。拢总爱包红包。长辈问什么事情，大家其实。很多人就说啊，过年回家什么最怕问说啊，什么时候要结婚呢？啊，你还要不要生小孩什么之类的？但我们家从来都不会问我这些问题，因为可能知道没救了，没救了。什么时候结婚啊？什么都不会，大家都已经决定放弃，所以不会再问他。他要不要趁这个时候来征友一下？征友已经很常在征了，应该没有什么效果。会不会帮你就是找对象？也不会耶，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不缺对象，很多人喜欢我，所以没有了，开玩笑。不缺对象，必做的事情，你在家里过年包饺是一定爱的啦。较早大家麦豆啊、石巴啦有无？三料啊，对无？所以讲，我听你咧，荷兰不是荷兰，迄个荷兰是岛国的用语，啊，结果呢，拢无照你的意思，叫石巴啦，拢来个冰晶哦，所以讲。过年呢，过去农业社会就是安尼，秋收冬藏，啊，过年的时阵大家欢喜，啊，拢会小赌一番呐。从小到大，其实比较印象深刻就是每次过年都会打炮仗嘛，小朋友就出去放鞭炮，拿冲天炮就对着对方射来射去啊。那以前还蛮厉害，以前冲天炮，大家不是说冲天炮插在地上这样射，对不对？我都拿在手上射的。就是拿在手上点起来，然后你感觉到它有冲劲的时候，放开就会射出去，就会比较准。其实蛮危险的。菜都怎么准备？家里的年菜我现在他们家一定会有做那个什锦菜，然后我也还蛮喜欢吃的，就是用十样素菜，然后用先炒完之后冰在冰箱。那是您准备吗？不是，我不太会下厨。我不太会下厨。那家里的年菜都是谁在准备？都，其实很多人准备。啊，但是一定要经过我爸爸那一关啊。比如说佛那个汤，阿姨啊、哦，他就很在意你的煎鱼翻面的时候做的好不好。不会。也，他就会来修补啊，他就啊，那做了不好，讲换伊啦，换伊做，伊个顶顶个顶做过安尼。大扫除起来会不会很费心？以前小时候过年，因为我爸妈都在固定啊，过年我都会擦我们家的地板，然后帮忙整理，所以其实我是一个爱干净也会整理房间的人。整理房间的人。回台南有没有一些什么比较景点可以推荐，或是行出的？我来台南就是好食的物件，恁拢知影吼。啊，今年我无要甲大家去者，私密景点甲恁讲了，就拢变做爱排队。推荐哪里？万红山哈，迄个有全世界最大的单一屋顶的综合表演剧场。啊，过来呢，来万红山买伴手礼呢。哎，中红山五级的饼，南红山五家土豆汤，拢是一时之选。好，所以欢迎来万红山哈，行村啊，散步，骑个来车，爬山。哇！要不要唱首歌来祝福新年？好啊，因为2020大家都很煎熬嘛，那我就是希望大家能够不再煎熬，然后2021都能够心灰灰。
看到你心花开，我的心花开，那像春风对面墙。看到你心花开，我的心花开，那像林茫茫，我平安安。各位忠实新网的各位好朋友，大家好。2021年，我们迎接新的未来，身体健康，牛年行大运。祝大家这个扭转乾坤，大家新年快乐，心花开。金牛年，祝您新春如意，快乐大赚钱，扭转乾坤，扭转未来。大家新年快乐，扭转乾坤，牛气冲天，牛年行大运 ，Happy New Year！ 新年快乐，心想事成。请大家按下订阅，请大家支持中时新闻网，订阅中时新闻网，并开启小铃铛，并开启小铃铛，随时掌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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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新资讯。